接下来，这首歌眼睛有点不太好。这首歌呢，叫做什么东西？这首歌是我在。好像五专二年级的时候写的歌，这首歌在讲什么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大家可以听看看。我常问我自己，自己算是什么东西？爱说大道理，自己却又难以实行。我常问我自己，自己算什么东西？爱说大道理，自己却又难实行。点了一根烟，来加速思考的沉淀，仔细的想清楚，这是什么东西，什么都不是。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没有缺，想飞得高一点，想飞得远一点，我不想站在时间的盲点，虚度光阴，浪费生命。我常问我自己，自己算是什么东西？爱说大道理，自己却又难以实行。点了一根烟，来加速思考的沉淀，仔细的想清楚，我算是什么东西？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没有缺，想飞得高一点，想飞得远一点，我不想站在时间的盲点，虚度光阴，浪费生命。点了一根烟，来加速思考的沉淀，仔细的想清楚，我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没有缺，想飞得高一点，想飞得远一点，我不想站在时间的盲点，虚度光阴，浪费生命。谢谢。听得出来，那个时候受张震岳的影响非常深，所以他的吉他的那个和弦用的非常像张震岳。
走。